无人售后爱心超市位于辽宁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内，面积不大却很温馨，主营矿泉水、饮料、热饮，还提供打印服务。前来选购商品的大学生可以把钱放在门口的盒子里，也可以选择微信扫码支付。比如想买杯水或者喝点热的什么东西的时候，就可以直接来这里，就是付款就可以走了，还比较方便。超市开业6年时间，不仅没有少过一分钱，反而总是多钱，这是大学生诚信的样子，更是奉献的风采。爱心超市始创于2012年，累计吸引了400余名志愿者为他辛苦为他忙。志愿者们虽然不需要忙卖货，却需要精准的核对每天的账目，因为这背后联系着困难大学生和山区的孩子们。爱心超市盈利虽少，但是我们将把这个盈利派做盈利的作为一个这个爱心基金，用于帮助家庭有重大变故或是家庭贫困的学生。同时呢，我们会把我们的爱心奉献给贫困山区的孩子们，为他们购买一些学习用品或生活用品。如今爱心超市的志愿者越来越多，经营状况也越来越好，为有困难的人出一份力的爱心热潮正在掀起。